曾经在武汉发生的震惊一幕如今在北京上演了。专题：疫情全球扩散。新冠病毒最新动态，北京某小区因爆发严重疫情，为阻止疫情扩散，干脆将出现疫情的单元楼门完全焊死，不让里面人出行。网友质疑，这样做恐疫情人道灾难，一旦有火灾或其他灾难，里面的人那就是死路一条。今日的地兜，这种愚蠢的做法让人难以接受，意思是要团灭吗？要是老人孩子需要看病怎么办？ Pick Twitter C Om X 0 V DM Book 全指胜 Atom GOQKZLBRPL CHN June 23, 2020网友发布的视频显示，北京某小区因爆发严重疫情，防疫人员过来施工，把单元楼门完全焊死，以阻止楼里面的人出行。身着白色防护服的很可能是警察，而身着橙色衣服的则是施工人员。 Some are willingly clean to fire original 网友评论说，这就是让他们在里面自生自灭，能抗过去就抗过去，抗不过去就等着来人收尸。没有医疗，没有救助，之前武汉就是这么抗过来的。下面是武汉市汉阳区锦绣长江社区居民在封闭小区期间发出的求救信。他哭诉说，他的家门被封，他说没有水，没有吃的，打电话给社区，给110，给12345，全都没有用，没有入来管。 Thumbnail V Only Click to Fire Original 网友的评论，用电焊把门封死，死后上面收尸，这就是中共没有解药也能控制疫情的谎言，偏偏中国人就相信。